我们敬礼传承祖师，敬礼两明和尚，敬礼沙迦真空上师，敬礼十六世大宝法王康乃巴，敬礼图登达尔吉上师，我们敬礼坛城三宝，敬礼今天护摩的祖尊大准提佛，师母丹增嘎措图登悉地图登堪玛，各位上师、教授师、法师、讲师、助教、堂主，以及各位同门，还有网络上的同门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你好，大家好。新年好。新早感恩。感恩。爱してる。爱してる。사랑해。사랑해。オラミコ。オラミコ。ケケロムチョ。ケケロムチョ。すごい。すごい。一番。一番。気持ちいい。気持ちいい。準備。準備。やっぱり。やっぱり。プリンプリン。こんにちは。啊，现在通知大家，下个礼拜天4月28日下午3点 PM 是黄财神的护摩法会。昨天礼拜天昨天星期六刚刚做过的同修，是两边讲好的，对对，啊，那边做同修，这边就做父母。有黄财神昨天已经讲过，诶，昨天晚上是修哪一尊呢？黄财神。反正我糊里糊涂，最近都很糊里糊涂。这尊准提佛母好像也刚刚做过不久吧，上个礼拜是吧？上个礼拜是上个修准提佛母。哦。八那年准提佛母刚刚开始。嗯。我现在要问一个问题：今天这个准提佛母的唐卡，供在护摩佛面前的这个唐卡是谁做的？从哪里来的？报告师尊，是中委会做的。中委会，中委会谁做这个准提佛母？好像是莲经法师的弟弟画的。哪一个？莲经，金色的金。是你弟弟画的？啊？哦，他画很多的佛像，他有没有来参加过
哦，他在台湾是啊。嗯。师尊在台湾做法会，他有去，但是呢，美国我有跟他说叫他来，他说他怕坐飞机，因为他有那个坐飞机，他会很怕很怕，坐很久他会怕，所以他不敢坐太远的飞机。所以美国我邀请他很多次来，他都说不要去台湾。我是你弟弟，他会画佛像吗？他送给钟伟威几百张了。哇！他从前是画那个精工的中国画，就是推销全世界的，一张卖美金8万块的。嗯，因为我看到这一张画哈，你请坐下。我看到这尊画出来的准提佛母，比我以前看到的所有的准提佛母，这一张是最好的。最有神的，最有神的，这一张是最好的，最有神的。包括他两个侍者，一个是拔兰堕龙王，一个是南堕龙王，两个罗王都很有神，眼睛非常有神，而且非常庄严，手上拿的东西全部都是很有力量的。很少看到有这么好的这个汤卡，所以我要问这个汤卡从哪里来。刚刚为什么讲是中委会画的？因为是中委会提供了，但是呢，之前我是有知道他中委啊。他有帮中委会画，师尊是这样子的。所以你讲说中委会画的，我说中委会会画画什么？画鸟啊！这样一张那么好的汤卡。很不简单，你们等一下看一看他的眼神，他的画工。他画多久了？你弟弟画画画多久了？他的职业就是画画。嗯，二三十年的画画，这个没有十几年的功夫是画不出来的。这张唐卡我看了很喜欢。这个刚刚那个笔的手印跟我以前的手印都不一样，所有的手印跟我以前笔的手印通通都不一样，是这个画准提，这个准提佛母教我笔的手印。我看到很感动的，看到很感动。
等一下你们出去的时候看一看这一尊准提佛母的神，他化有化神啊，的神在里面。所以我很赞叹这个今天这个堂卡。那准提佛母很伟大，他等于是毗卢遮那佛，因为他从最胜法界宫出来，他的这个跟佛一样的，跟佛一样的这样子的力量，跟佛一样的这个 power， 毗卢遮那佛，他以八大菩萨为他的眷属，八大菩萨就《高王观世音经》里面所讲的八大菩萨，都是他的眷属。所以他本身就是清净金刚，也是最胜金刚。所以准提佛母，他可以作为本尊，也可以作为护法。我看了很多的唐卡，大部分每一次都有唐卡，这一尊准提佛母的唐卡，这画很久了吗？你怎么现在才看到？很不简单。我今天看到这尊准提佛母的时候，哇，我很少看过这么好的，很少。这《大智度论》曾经提到十八只手是十八不共法，它不共法是身无私、口无私、念无私、无意想、无不定心、无不知、已舍、意无灭、精进无灭、念无灭、慧无灭、解脱无灭、解脱之见无灭、一切身业随之会行、一切口业随之会行、一切意业随之会行、知会之过去事无碍、知会之未来事无碍、知会之现在事无碍，是他的十八种不共法。啊，师尊的这个讲话声音有点沙哑。
也是弟子好意，给我一罐的姜黄，我就吃吃吃，吃到喉咙都哑了，要恢复就很难了。是姜黄，姜黄说这个很好的，应该要吃，就吃吃吃吃吃吃吃，吃的声音都哑了，已经哑了，哑了很久，哑了一段时间了，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声音那样子那么准，就哑了，声音哑了，喉咙哑了。以前吃什么都没有关系，啊，弟子好意，就是说你要吃这个，这一瓶买的姜黄最好的。哎，姜黄吃了，声音会哑。姜黄是什么东西？就黄姜的另外一种红色的品种不同，咱咧食金阿叶子，人讲较到补充咖喱用红色，红红黄黄色煮咖喱用的。那个可以天天吃吗？听说是很健康，不过煮咖喱用的。加水有卖啊，不过没有说天天吃，加水。我喉咙就完蛋了，大概是叫我说，现在当然没有吃了，大概是叫我说以后不用说法了。啊，这讲得好听一点，讲个笑话吧。有位病人去看精神科，他跟医生讲，医生啊，给我开点药吧，我每天晚上都看会梦见一群老鼠在踢足球。医生讲，那你试试这个药吧，睡前服用。病人讲，那我从明天开始吃可以吗？医生讲说为什么呢？病人不好意思的回答，因为今天晚上有决赛。他要看决赛。哥哥问医生，医生啊，我弟弟一直幻想他是一只母鸡，怎么办呢？医生讲，我看看，他看起来非常严重，为什么现在才带他来呢？哥哥回答，我们家的人都在等他下蛋呢。这个差不多，每一个人都是精神病患。老公看到太太在厨房拿着苍蝇拍，老公问：“你在干嘛？”太太讲：“你不会看哦。”老公说：“你打到几只苍蝇？”太太说：“打到三只公的。”两只母的。太太说，你怎么知道那个是公的母的呢？太太讲，有三只是在啤酒罐上面，另外两只是在电话机的座机上打到。好了，我们进入主题，你问我答。新加坡的莲花一望问的 ，Om Guru Lian Sen Shi Di Hom。
弟子莲花一望，顶礼根本传承上师，祝愿师佛佛体安康。你祝愿我喉咙赶快好就好。大转法轮，广度无量众生，住世九九九九不住涅槃。也祝愿师母身体健康，光彩依然，普至师佛弘扬佛法。弟子有一个问题想请问师尊，假如这个问题变显重，恳请师佛解答，感谢。这个问题变显重，佛教有说有三种行业不能做，杀生的行业不能做，含武器制造，色情业不能做，卖酒的不能做，含卖毒品。弟子因为因缘加入了国防工业，制造武器。由于弟子的事业在大概就是待在这个行业里面了，请问弟子在这样子的行业中如何与佛法圆融，是否要常常修忏悔法，恳请师佛解答，感恩。一般来讲，我们杀生的事业不能做，色情的事业不能做，卖酒的事业不能做，包括毒品。杀生的行业不能做，含武器。色情业不能做，卖酒也不能做，杀生不能做。如果我的回答是这样子的，一般来讲，我对于，因为我们华人做餐馆的非常多，那餐馆呢，难免就会碰到杀生。所以碰到杀生，他们请问我怎么办，我都跟他讲，你每天固定要念往生咒，为那些死掉的那个生命做超度。他加入了国防的工业，就是制造武器了。那他如何跟佛法圆融？这个不是你的过错，因为他就是进到那个职业里面的，啊，他是制造武器的。我个人也是觉得这样子，你就常常修超度，修超度法，然后因为忏悔法你是要立断的，你忏完悔以后就不要再做，这个才叫做忏悔。他说他修忏悔法可以吗？应该是不可以，因为忏悔了就是要立断，以后不要再做。那你既然在国防里面，或者是你当军人，你就做超度法，超度的方法
像世尊每天在做千艘法船的超度，这也是一个方法。啊，千艘法船有仪轨留下来，那么你也可以每天，我常常叫那些做餐馆的，你每天要念往生咒，为那你今天所杀的生，全部都念往生咒回向给他们，这个可是可以弥补的，可以弥补的。像那个诺贝尔家族，他们就是做武器的，他们能够那么有钱，诺贝尔奖他颁发的这个钱，主要是他们的祖先都是做武器的。都是杀生的，但是在唯一的弥补方法就是把这些钱变成诺贝尔奖金，然后颁发给对于这些世界上有贡献的人，就是诺贝尔奖了。这也是一个弥补的方法。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，你既然做了国王公业，那你就念，常常念往生咒，每天念往生咒，不然你做千艘法船的超度，每天修，像在我们华人在西方做餐馆的人很多，我都叫他们念往生咒，回向给那些那个被杀生的那些动物啊，或者海产啊，鱼啊、虾啊、贝壳啊，都是这样子的。所以那个新加坡莲花一望，你问的问题给你回答，就是说你常常念往生咒就可以了啊，每天都要念往生咒，不然你修这个超度法，这是慧经的笑话哈，是不是我许愿的时候发音不标准？我说的是财源滚滚，不是生财的财。这个笑话昨天讲过了。这个笑话也好像以前我也讲过啊，这个坐在捷运上面有一对小情侣，女生跟男生讲人家头痛，男生在女生的额头上闻了一下，男生问头还痛吗？女生讲不痛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女生讲人家牙齿痛，男生在女生的脸颊上闻了一下，问牙齿还痛吗？女生讲不痛了。一旁的阿伯问道，一旁的阿伯看到就问，年轻人，你有治疗痔疮吗？
我们讲维摩诘经，儿时大伽耶叹也。我讲大伽耶好了，大伽耶是释迦牟尼佛十大弟子当中号称陀陀第一，陀陀第一。你们绝对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另外一个大觉耶，很难找了，不是没有，很难找。大觉耶在释迦牟尼佛的僧团里面，他的资格很老，这个尊者的资格非常的老。为什么叫他陀陀第一呢？他守着释迦牟尼佛的戒律一成不变，是很伟大的一个阿罗汉，很伟大的一个阿罗汉，是叫人家赞叹他的。现在我讲大觉耶的生平，他的一生，释迦牟尼佛所讲的佛法，其实第一个阶级的就是大觉，大觉耶阶级释迦牟尼佛的佛法。我们去过印度，有去过他阶级佛法的地方吧？那地方叫做什么？十叶窟，十叶窟吧？啊，十叶窟啊，嗯。大觉耶这个人，你不要小看他，他的神通很广大，他的人是一成不变的遵守着释迦牟尼佛的戒律，不只是陀陀第一啊，我还认为他守戒第一，没有人可以比得上他的。十大弟子中最推崇的就是大觉啊，目犍连神通第一，舍利佛智慧第一，我认为大觉耶才是真正第一中的第一。他是很伟大的。我讲他的生平好了，他的一生，他的吃的东西跟别人家不一样，他是专门在找印度里面天土里面最穷的人家去化缘，有钱的人家他不化缘，他找最穷的人家去化缘。最穷的人家哪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他，他们吃的都是很粗的粗糙的东西。所以大觉耶本人啊，他比莲系还要瘦。莲系啊，你站起来给大家看，莲系已经很瘦了，他是胃肠不好，便不是守戒律，
大乾是守戒律。啊，请坐。他说他很瘦，为什么瘦？日食一餐，他一天只吃一顿饭，过午不食。真正过了中午以后，他就不吃东西了，一天只吃一餐。而且他化来的盐都是最粗糙的食物，他认为还是有味道。每吃一餐，他一定要把这个食物观想成为粪便，想成粪便他才吃。这是大乾夜的吃，平时不吃东西，一口都不吃，好吃的东西不吃，就吃那个最粗糙的。他少守释迦牟尼佛的戒律，不贪自己的口舌，那个舌头，这个东西不好吃，我们是不吃的。他就是吃那个最不好的东西。然后还要把它观想成为粪便，他才吃。他穿的衣服全部去垃圾场捡的破布，把它缝起来，或者到死陀林坟场。印度人他以前叫做死陀林啊，有的尸体是暴晒，有时候那时候古印度没有埋葬，他们穿的衣服，穿着衣服裹着布的，剪下来作为大乾夜自己穿的衣服，那一种衣服我们称为百衲衣。百衲衣就是翠布红起来的穿的衣服。他就是穿这种衣服。大乾夜是这样子，他绝不会穿的整齐。我们女生里面呢、啊，还有特别把那腰啊，那做的很细的，穿起来还很苗条的那一种，喇嘛装把它做的像苗条的裙子一样，还有这样子做的。我们是整块布做的，都是好的。他不是，比乞丐穿的还乞丐，是用所有的翠布去缝起来的做成的衣服。大乾夜是穿这种衣服的。大乾夜住只有三个地方，你在哪里可以找到大乾夜？第一个，在大树底下；第二个，在死陀林坟墓跟坟墓的中间。下雨了怎么办？他躲到岩洞，睡在岩洞里面，山啊，灵鹫山的洞，十大弟子每一个人有一个岩洞。舍利佛的岩洞我去过，阿难尊者的岩洞我去过，另外啊，宾陀鲁的岩洞
我也去过。宾陀卢的岩洞跟舍利佛的岩洞很接近，大觉业的岩洞用钻的才能够钻进去，很小的。里面就是一个人，不是一个人的高，他要在岩洞里面睡，在树下睡，在坟墓跟坟墓的中间睡，叫做总监居。他住的地方就是这三个。另外，他只坐不睡，不躺。他的一生当中只坐不睡， 不会卧下来的。他不卧下来的，只有坐着。这就是他的住。大觉业是守戒律第一的。你看食衣住行，以前这个释迦牟尼佛不准女子出家，后来他的阿姨带着500宫女求释迦牟尼佛让他出家。释迦牟尼佛体会到他从小就是他阿姨养的，养他的，因为摩崖夫人很早生产他以后就过世了，是他的阿姨给他养大的。他感恩他的阿姨，他不准女子出家。后来阿难一直求释迦牟尼佛，后来释迦牟尼佛才答应让女子出家，但是女子的戒律比一般的出家人的戒律多出一半，好像比丘有250条戒律，比丘尼有500条的戒律。大觉业是唯一反对女子出家的。但是也没有办法，因为释迦牟尼佛到最后同意了，阿难请求佛陀同意，就让女子出家。大觉业怎么做？他从来看到比丘尼从前面走过来，他转身就走。第一个，他不看女生，眼睛不看女生，大觉业眼睛不看女生，绝对不看。这是他的规矩。女生来请教他，他头低着看前面的土，跟他讲话。你问他问题，他只回答你四句，转头就走，绝对不跟你多说。也就是说，女生如果真正没有办法，女生在请教长老的时候，你比丘尼在请教长老的时候，像莲华色，她是很漂亮的比丘尼，莲华色，她请教大觉业的时候，大觉业的眼睛是看着地的，她绝对不会看她。而且请教只讲四句话，女生跟大觉业讲话只讲四句话，
闲话一句都不可以讲。问的问题只问四个问题，四个问题大学回答完了，转头就走，完全守这种戒律的。你想想看，他眼睛看着地，比丘尼走过来，他眼睛看着地，站着不动，女生走过了，他才在走。他眼睛绝对不看女生。他身体呀，除了百纳衣以外，没有一毛钱，身无分文，连床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工具都没有，一切什么东西都没有。早上起来用流汁，杨柳啊，杨柳汁，他刷牙是这样子，用杨柳汁啊，捡起来一段一段的擦自己的这个牙缝，然后漱口，那时候还没有牙刷，用杨柳汁啊，杨柳汁啊刷牙，然后漱口。人家去泡水啊，释迦牟尼有带领弟子去泡温泉啊，泡温泉他从来不去的。他认为自己的身体的华肤不能够让人家看到。释迦牟尼佛还泡过温泉，你们听过没有？他带领着弟子大家一起去泡温泉，大觉也不去的，他不泡温泉。下雨的时候啊，他就是在自己的地方，雨啊就冲洗自己的身体，他是用雨水来冲自己的身体。他修行就是这样子修的，修行就是这样子修的。食衣住行大觉业，他正道的神通，他神通很大，他可以飞行的。释迦牟尼佛圆寂的时候，他住得很远，他要赶过来，他不敢用他的神足通在空中飞行，很快就到，他用他的两只脚这样子走走走走走过来。所以阿难尊者点火三次，不燃，因为点火三次火都没有燃开，只有大觉业来。释迦牟尼佛认为大觉业是他的大弟子，最好的弟子，最遵守他的戒律的。他那个时候火才能够点燃，只有他到火才点燃。释迦牟尼佛是在等大觉业他的最好的弟子来，他火才会燃的。
从来不聊天，不讲闲话，不用讲说是看社会新闻。我们现在每天还关心以色列跟巴勒斯坦跟伊朗跟周边的回教国家，我们还是关心着 Russia 跟乌克兰关心着北韩南韩关心着日本，什么都没有，他的脑筋里面什么都没有，他已经成就了没有烦恼，成就了大阿罗汉，证得了大阿罗汉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这个大觉，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像旁边一位就是他的侍者阿难尊者，一位就是大觉耶尊者。大觉耶就是你看身材就知道了，很瘦很瘦的那一个，瘦骨嶙嶙的那一个就是大觉耶，吃得肥肥胖胖的就是阿难尊者，各有理由了。阿难尊者讲，那些穷人家你跟他去化缘，那不是让他更穷吗？他想阿难尊者每一次乞讨，就是最富豪的这个印度的人，他去讨饭，去乞饭乞食了，去讨饭吃的是最好的，就吃的像水啊。我们这里那吃的像慧君，反正他不在。大觉耶瘦的比连续还要瘦，瘦骨嶙嶙都可以看到骨头啊，看到那个这个肩骨啊，看到他的排骨啊，比我们排骨飞还要排骨，看到排骨，那就是大觉耶。大觉耶也有他的理由，我向穷人乞讨，不是增加他的负担，讨了以后他给他侍服，给他加持，让他将来有钱，各有各的理由。连释迦牟尼佛也尊重大觉耶，大觉耶那时候啊，他看不惯僧团的生活，因为有比丘尼，有比丘，有看到阿难那样子对那些那个比丘尼那么献殷勤，主动去跟比丘尼聊天，他看不惯。这个他守着释迦牟尼佛的戒律，他所以他住的地方比较远一点，住的地方比较远一点。当释迦牟尼佛圆寂的时候，他听到的消息就赶着披星戴月赶着到双罗树下，阿难举火三次，这个火都不会燃，只有他来了火才燃起来。释迦牟尼佛是在等他，那时候
目犍连已经不在了，舍利弗年老了，回到他的故乡去圆寂，剩下阿难一个人陪着释迦牟尼佛去应供，应供人家供养，他们去吃饭。大觉也是不做这种事情，他不应供，人家供养他，他不去的，他吃的是非常粗糙的东西。这个尊者是非常伟大的。单单讲大觉就讲到五点。儿时大觉业叹言，当初大觉业也是很讨厌文殊师利菩萨的。文殊师利菩萨在大乘佛教是智慧第一，在他们这个就是属每一年有三个月啊，三个月的闭关，每一个人有三个月的闭关，大觉业做这个监验，就是现在的监验了，他是监察官，每一个人乖乖在自己的住的地方好好的修行，他一样一样的巡逻。他看到文殊师利的房间里面呢、啊，哇，客人很多，而且大部分都是房宫的这个公主也来了，房宫的公主也来了，那这个皇帝的嫔妃也来了，还有很多的宫女出出入入的进入文殊师利菩萨的房间。他认为这个是违规戒律的，要呈报给释迦牟尼佛，叫释迦牟尼佛来惩罚文殊师利菩萨。那时候他还不是很认识文殊师利菩萨，这大不可思议菩萨是可以的，像阿罗汉就不可以，阿罗汉就要严守戒律，听到了佛法，他们严守戒律，成就进入正位、正品位，烦恼断尽，成就了阿罗汉。他看不惯文殊师利跟那些宫女、还有嫔妃、还有公主，整个房间嘻嘻哈哈的，他跟报告给释迦牟尼佛。这个他要求释迦牟尼佛把文殊师利菩萨逐出僧团，把他叫他离开僧团，他不守戒律。释迦牟尼佛才让他看，说你用你的天眼看虚空，看到看各个佛国，他看到数万个佛国，每一个佛国都有文殊师利菩萨。释迦牟尼佛问大觉业，你要我赶哪一个文殊师利菩萨？因为每一个佛国都有文殊师利菩萨。大觉业才讲，哦，他是不可思议的解脱菩萨，所以他可以这样子做，因为他不可思议的解脱菩萨，他是真正的得到无上正等正觉的，他是佛。每一个佛国都有文殊师利菩萨，千百亿的文殊师利菩萨。所以大觉业那时候才开始
对文殊师利菩萨比较尊敬，或者他是不喜欢文殊师利菩萨，因为他是守戒律的妥妥第一的阿罗汉，所以不一样，他们程度不同。遇见什么？入定在寂静山啊。哦，到最后，这个释迦牟尼佛过世以后，就是圆寂了。那么他最后他知道，将来弥勒菩萨会在娑婆世界成佛，啊，他就离开了僧团，到了寂静山，就云南。啊，云南有一个山叫鸡足山，像鸡的脚一样，也就是那个山呢、啊，像鸡的脚一样。他去那里，他隐居呢，跟他有缘吧，跟他有缘吧，他就到了云南，中国云南的鸡足山，然后他隐居在鸡足山里面的岩洞里面，要等待是弥勒菩萨下生在娑婆龙华三会的时候，大伽叶才出来要去救度众生，这是他的因缘，也不是说怎么样，就是说他有这个跟着弥勒菩萨将来要成佛的因缘，他跟着弥勒菩萨将来他必须要跟弥勒菩萨才能够成佛，是大伽叶，所以他隐居在鸡足山，所以鸡足山里面啊，有好多寺庙，有伽叶寺，有一个寺叫伽叶寺，也有好几个寺，好像写在书上，虚云老和尚那一本书上，就是叫做《送你发一斗》，那一斗里面我写到鸡足山。虚云老和尚在鸡足山也盖了几个寺庙，修理了几个寺庙，破坏的寺庙，其中大伽叶就是隐居在那里，他是隐居在鸡足山，云南鸡足山。你说大伽叶伟大不伟大？你不要以为说什么酒啊烟啊，那印度人那时候古代的印度人啊，他们实在讲实在话，哎，生活是不能够像现在这样现代化了。他们所谓的抽烟呢、啊，就是把那个叶子、树叶啊摘下来，用纸啊卷起来。点起来当烟抽的，那时候也他们也会酿酒，酿酒好像很早就会了，东西放久了它就自己会发酵，它发酵了以后就变成酒，那酒就不能够喝的。大伽叶他不，有些那个出家人也抽烟，那个日本的出家人有抽烟的习惯，日本的出家人有抽烟的习惯，有些也是禁烟，也有禁酒的。但日本人的习惯也有喝酒，也有抽烟的。啊，在古代的印度，他们用纸跟树叶啊卷起来抽烟。大伽叶是没有抽烟没有喝酒的，那些都是禁，不要讲杀生啊，这个啊偷盗了，那五戒都应该要守的，杀盗淫妄酒，这五戒都是守的，
不像我们现在那么轻松。哎，那今天看想起大前夜，我身上带的这些东西也是不对。不过那个菩萨每个都戴珍珠项链的，都装扮得好漂亮，手环、脚环、什么环，那个冠都很漂亮的嘞。戴没有关系吧，反正身外之物，你不要吃进去就好了。而且都是弟子送的啊，你没办法啊，你不戴，那个这个黄色6.6克拉的钻，6.8克拉吧，6.8克拉的钻，是那个陈真尼，布鲁内的陈真尼师姐送的，他在这里吗？陈真尼送的，哦，谢谢，谢谢你。哎，他来历不凡哦，他是吉祥天哦。他来历不凡哦，这是他的吉祥天哦。这个手环是最近人家送的，叫做嘉珍吧，嘉珍师姐在这里吗？哇，白袍老怪啊！以前叫穿黑色叫黑袍老怪，他送了，扣上去，拔不下来，哇，很难呢，很难拔下来，这真的是很难。这个表是大家知道了，上回已经讲过了。这个钻啊，是雷弘毅送的，雷弘毅啊，雷弘别的哥哥，雷弘毅送的，连随上师的吧，连随上师的哥哥送的。这个呢，是一个很有钱的人送的 ，Perry。我告诉你，他是亿万富豪，真正的美金超过1亿以上的富豪，亿富豪不算什么啦。他至少有100倍的亿亿富豪。他送的这个表是他送的，这个钻石的项链也是他送的。我身上的东西都是人家送的，喇嘛装是人家送的，龙袍是人家送的，内裤 Morgan 在这里吗？哦， Morgan 来了。内裤是你送的吗？对啊，最便宜的东西了。我内裤是他送的，内衣也是他送的，内衣也是你送的吗？12.4毛1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如果我把送的东西全部还给大家的话，我就是裸体一个。好，你可以讲。上一次师尊脱了衣服，那我就放生相。那弟子的感觉就是说，师尊穿的这所有的东西是委屈的身份，是委屈才穿的。委屈了师尊的佛体。对。那你意思就是讲，我要脱光衣服。
好，谢谢啦。我的一顶帽子在这里，这顶帽子也是人家送的，就刚才那个家珍师姐送的，她送的东西都有这个标志，听说是名牌，那一顶要600块钱，这一顶要600块钱，都是名牌，哇，这袋子就是那个加拿大的，那做衣服，做喇嘛装送的。龙袍都是弟子送的，我的身体是父母送的，其实我一无所有，真的都是人家送的。车子是哈尼瓦送的，那 translator 哈尼瓦，我的车子都是哈尼瓦送的。虽然讲房子是自己买的，其实也是弟子的钱去买，也等于是所有的弟子送的，自己本来就是一无所有。这样子人生就是这样子，本来就一无所有的来，将来也是一无所有的走，留下来的就只有佛法了，其他没有。佛法也不是我的，是释迦牟尼佛送的。Om Mani Padme Hum.